哎，这个抢断，哇，这个抢到很重要，很轻松的一个抢断，而且现在没有越位哦。对，是一个二打二，形成了一个单刀，在这边直接起脚射门，球进了。第十七分钟，树德科大的队长戴瑞宏率先攻破了文化大学的球门。哇哦！树德大学进球。哇，树德大学，你可以看到这个 finish 啊，非常的冷静啊，二打二的状况并没有急哦。哦，这个抢断是非常的重要哦。一抢到球之后，哇，马上就是一个二打二的机会了。队长戴瑞宏的一个右脚推射。第十七分钟，树德科大反而是先取得点。哦，他们的攻击的主力就是。